马太福音5章37节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原文直译是是，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就是简单的说是或不是。那恶者呢，是指魔鬼，也是指邪恶的意思。马太福音5章33到37节的背景是，当时的人习惯用发誓来增加自己话语的可信度，常指着天、指着地或圣殿、指头来发誓，然而所发的誓言又未必能做到。因此主耶稣要人直接实话实说，不要借用其他的权威来让别人相信自己。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的时候，他不仅仅是在讲说话诚实的重要性，他其实更在强调诚实的品格的重要。